是咸鱼。这次呢，我们来拿这个快递。上次那个不是响了吗？然后我妈又给我重新换了一个。程鱼现在都穿160，这个是150，直接退了啊。啊，把这个换了，换了换，给他快递走。我给你地址，你把这个装起来，回去再试试。该洗头了啊，这放假了就成这样了，邋遢，还要让我去买东西，一会儿回家试试啊。然后给你地址，我给人家寄过去了，再去哪儿？去文具店。文具店干什么？买卡点。走吧走吧，都没洗脸，骑上我的小车。行了，这里幸亏开着门了，要不然咱们还得去别的地方。你想做什么？想做一个邀请卡。哦，邀请你同学的吗？对呀，是闺蜜。啊，闺蜜干什么呀？过生日啊。嗯，程鱼过生日啊。程鱼是几号了？15号了。走吧，先买。也还邀请卡。能送一点吗？有。你就在那个红包卡就可以做。就这些卡纸。嗯哼。就这些卡纸。对，我希望找一点那种硬一点的。拿两包？对呀、啊。你做多少呀？你要邀请全班同学吗？不是，以防万一以后再用吧。哎呀，我觉得没必要啊，因为放假了，见不了他。看我买了两包的卡纸，回家看我做吧。走。走吧。先换换你的衣服回家。啊，知道了。不合适，咱们还要再换呢。哦。快进来试试这个衣服。好。你要进来干什么的？吃我的东西。谁让你吃了？讨厌是个人。试衣服。你看宁宁在这儿，来这儿不吃饭。别给我打，咱换衣服，再穿衣服。这是跟宁宁妈妈视频的。看你女儿不听话，不吃饭，不让梳头。梳啊！哎，这就是小孩子的天性，你看直接发脾气。啊！你就不如你小姨，给你。看着你女儿的视频，你看来，第二，你看咱不叫梳头啊，不让梳头，你给她视频，不让梳头，咱别管她。你是你的，试完之后你去做你的手工，我去拖我的地。哎，搭你这个裤子还挺搭的。这叫啥？人家这个是什么服呢呀？下雪天可以出去滑雪，然后啊，然后也可以出去。咱们我打算咱们最近要不要锻炼身体？你看妈老是感冒，可以吧？叫二姥姥，牛牛就别叫了。正好你的身体也能锻炼。嗯，这个行吧？可以。大点，出去你再，你里边不再套个衣服吗？套呀。行吧。可以。行，感觉挺好。挺不错的，你做手工啊？我去拖地了。就穿上衣服吧。你在屋里边多热呀！热。哎呀，真是新衣服啊，买上就想穿。去吧去吧。又打架了。